你以前也是做设计的嘛，对吧？对。然后你肯定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需求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以前做 logo 的，甲方会不会给你提一些比较过分的需求？会有一些，比如说，你按照他的想法做了之后，然后他会跟你说，哦，这不是我要的想法，就是我要怎么样，就是甲方爸爸永远都是在我想怎么样的路上让你改的路上前进着。就你永远都追不上他。但插画也是这样吗？就是对对对，然后我们接到需求之后，你画完之后有时候连风格都会要换一下，就跟他的可能跟他一开始世界观不太一样。 对。但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你改了可能五六稿之后他觉得再回来，我还是觉得第一稿最好。他会觉得第一版最好，然后让你再改回来。有啊，我有遇到过，所以我都会存好多好多个，以免他就是倒回来。